照。来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，热烈欢迎。哎，叶副站，哎，你练你的，我不打扰你，我接着打扫卫生。院长，林先生什么情况？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了。他都来一年了，也该成长。来，兄弟们，水果好，来水果。哎呦，这么多水果，来，院长，你别抢，慢点。怎么样，二哥？这比好吃，任何一回都甜，是不是？喜欢吃这个，下次我就买这块了。你吃啊？你们吃，我吃过了，吃过了。是不是什么刺激啊？子豪，你问他呀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喜欢就行。叶副站，来，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新鲜的水果，他们都说好吃，尝一尝吧。我就不吃了。啊？我是来告诉你，一冰。临时决定今天出院，今天就出院了。给你单子，谢谢。Congratulations， 恭喜出院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你住院的时候我都没来得及看你，是你出院了，我不得来接你啊？我看看。哎呀，大夫怎么说的呀？会不会留疤啊？没事儿。啊，我有个好东西给你。日本背回来的，一日三次，保证你好。看什么呢？哦，没看什么呀，没看什么。那走吧。啊？哎，姐，就这么走了？哎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出院队里不来个人接你啊？我真的是来接你的，姐。一冰，抱歉，路上堵，来晚了。恭喜出院。花篮，鲜花配花篮，挺配，刚刚好啊。怎么了？我来接我朋友，你来接你同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先去开车，你们在门口等我。死木头！行了，别看了，给我拿着，怪沉的。走了。快点，来，蛋糕到了。这谁摆的呀？这是我和吴斌摆的呀。你们就不能走点心，摆个心形出来？你摆一排算什么呀？是我们都不走心，就你现在心里蹦蹦跳呢。你们这对，就是。哎，来，心形，来了，已经到了。哎，放下去，快，照。来。欢迎，热烈欢迎！弄这么隆重啊，我也不好意思啊。你们这是干嘛呀？这不是某些人重视吗？闭嘴你！来，姐，你先上座。对，快坐下。这人呢，我们也从医院接回来了。
某些人是不是应该赔礼道歉了呢？哎，记者，你是不是应该管管呀？我跟小领导想说什么话，跟他也没什么关系啊。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姐，你这儿不会留疤吧？没事儿。田乐，你说的也是。你姐这要是破了相，是不是该有人负责呀？是啊。哥，你会负责吧？他不负责谁负责呀？是不是兄弟们？就是啊。哎，一冰，你都不知道，西城为了你啊，可是煞费苦心呐！别。哟，这么热闹啊，这太隆重了。啊，启恒，谢谢你啊，今天接一冰出院。啊，应该的。啊。哦，我今天来啊，主要是找一冰说点重要的事情。一冰，要不咱们出去一下？哦，大家继续啊，开心开心啊。到底什么事啊？你妈知道你刚出院，想让我接你回去。我妈？她怎么想起让你接我回去啊？你先和我走吧。嗯，好吧，你等等。我现在有点事情要出去一下，你们自己先玩，自己先玩。得，白忙活了。我妈让你接我回家，她怎么没跟我先说一声？一冰，咱先不聊这个，你刚出院，放轻松点啊。喝点啥？你说，这么多年啊，你这工作狂的习惯一点都没变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一冰，我总在想一件事。我假设啊，如果当年你顾及我，比顾及工作稍微多一点，咱们俩是不是都圆满了？何然。你是不是无聊啊？我跟你出来就只谈工作，其他的没什么可聊的。那你想没想工作是为了什么呀？咱们整天日忙夜忙的，不就是为了有一个好的归宿，有一个好的结果吗？何然，我们早就分手了，这些话你早就没有资格可以说了。我跟你出来就只是聊工作，还有那么多人在等着我呢，你靠边，我要下车。一冰，你先别着急啊。哎呀，我是真想带你去个地方，